各位评审好，我们是金门农工园艺科。这次要做的题目是微波植物染之创新利用，以万寿菊为例。凯伦娜，我们怎么做这个题目？因为花卉课的时候种了很多万寿菊，上网查了它的功用，发现可以做工业染料，所以我们就拿来做染布。那染布有什么发现？发现可以染布，但煮的时间太长，想说有没有更省事的方法？查找文献后有什么发现？我们发现植物染原理是打断葡萄糖链，而微波原理呢是打断水链结，所以我们想这些也许可以加起来做成微波植物染。所以我们做了哪些实验？我们确定了微波炉可以煮出植物染液，也确定不同瓦数、不同时间染出的颜色布料有所不同，所以我们知道微波染比煮染更省时，更可以确定微波染的耐水性。及耐日晒度皆可媲美竹篮。那知道这些数据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知道这些，我们将最佳数据做组合，作为套组件。做套组件后，以个人化商品加以推广。看，这些就是我们的们的成作品品，